刚从山上拿过来点菜，然后约上大成的吃麻辣香锅，这小子跟我们一起办的，点了47块钱的。姐夫他家饭随便造，我有点多了，我吃。我想吃，我老长时间没吃了，主要是我馋了。那个有好椅子，我就想坐你那边。听说中秋节你要回苏兰，嗯，带我吗？带你啊，带你啊。你感觉不太想带呢，偷摸说的跟德爷，被我发现了。必须带你。我也回去，找德爷玩去。德爷说了，要领着去钓鱼。咱们就去山带山鱼。德宇要带你去钓鱼去啊？听说他钓不上来鱼吗？德宇跟他说。那完了，那你这一训了，德宇也钓不上来。能歇呀？钱儿也歇呀？这能吃了？那有啥吃不了的？使使劲呗。你们不吃这一会儿，我都能造了。姐夫，料呢？饿呀。我寻思你能说说，我怕我媳妇撑坏了。这个我不在，我们两口先吃啊。你动开一会儿。自从不给我棚地卖花苗了，好久没吃上麻辣香锅了，差点说成麻辣烫。那时候给他卖苗离得近，就过来吃了。完再不就给他卖苗，他中午就订麻辣香锅。来年还得去卖去，就为了这顿麻辣香锅。真有出息！再先问一下德宇，我中秋节想上你家做客，你邀请来，邀请我就去，不邀请我不去。他好像能装的不看不着，开玩笑的，去不了。造完一碗了，再去盛饭去。带我姐夫出来吃就吃这样，免费续碗的行。还说吃不完呢，该剩多钱呢？以后没有时机别出去吃饭。这是碗小，发现吗？嗯。但也能装2两。我这一碗饭结了3豆，这个在这拉出来，有点精致了。我刚才紧着吃菜，我就怕这个菜多。我姐夫爱吃素，我俩爱吃荤，所以俺们没整到一块儿去。下回给他点一盆菜啊、哦，还剩4块东西，吃它呗。你是不是吃辣的了？那眼睛红了。啊，红了。嗯。不说没事儿可以吃了。就这嘎子红了，眼角呢？没事儿，偶尔吃一次没事，头一次没事，头红更健康。我让我朋友给我订了3只大螃蟹。说订了3只，别订。让我朋友订了3只大螃蟹、啊，你能不能吃这个？能啊。啊，你要过中秋节拿回家的？不对，一家分一只。多少钱呢？嗯。多少钱？3只2100。一只7碗。这么贵？这玩意儿。羡慕。他哪有钱？白兴奋了，刚要感谢。订了。欠下债了，姐夫，我跟你说，中秋节我就只吃你的大螃蟹了。一头羊，还有大螃蟹。羊奶王家养的呢。真养假养啊？你哪天领我去看去？我不信你。这呢？啊、嗯，这看看，来来看。哦、羊在这儿呢啊！冬天有羊吃了，小妹。这是谁家羊？随便造了一下。没有。你看。啊，挺好挺好。你看8月几号买的？8月9号买的羊啊，只买了。啊，8月9号，这回不能说谎了啊，这回有证明了。行了。我这是不会给你。但是我爸确实也喝好一顿羊汤了。